我还急着要去制作，你是被恶魔追赶吗？什么？来，都喝下去吧，效果。怎么样？好点了？很好听的名字，好吧。看来超看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我可以感觉到附在你身上的你，对，但一位冒险家哦，先去拜访最近的。太好。你好，艾尔琳。你好。哇，感谢，正好自己看守农场很累，这么多人帮，把马铃薯都吃掉了，能帮我挑出来寄生蜂吗？给了我帮助，但是没有什么可以给的。现在，如果有更多马铃薯，能去寄生蜂那里拿过来吗？
超甲虫只是小事而已。哇呀！昆虫和动物都变得凶猛，黄鼠狼是个大问题。One is the hive。也是每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全掌挂在嘴边的。啊！你这么多防守了。将来不死的炼金术师想要使暗黑之神。家族，但诅咒仍未停止过，详细的我也不知道了。小野猪，
你是这次新来的冒险家吗？来，收着，会对你有帮助的。冒险家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还跟我说一定要介绍冒险家变多就可以让我你有听说吗？永不停止抡铁锤的铁匠，特多亏了新来的吗？好啊，在我们村，但是你也看得。你问我没有办法停止抡铁锤？啊，看那边，我爸爸赶快去看看，会告诉。炼金术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要了解万物之灵的道理，就针对万物之上。这是怎么回事？屋子在震动。这就是反映黑暗能量的装置。请问这里有异乡人吗？我见过无数的冒险家，像你这样让在抵达即使被黑。哎呀，看起来你很疑惑，那么跟我，因为农场地区恰